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小心！唐昭，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一直妖气纵横，唯有以此链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家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昭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。小心！世间辛苦毁于一旦，唐昭，我要杀了你！苍鸿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昭，唐昭。